去游，下雪了啊！又下雪了。山中一夜，睁开眼睛看见瑞雪纷飞，可能就该像向导一样的用唱跳笑闹来庆祝这场有如北国子民每年等到的第一场雪。不过为了这场雪，我们可是等了16年之长。先不说陡陡长长的枯坡已经走到欲哭无泪，视野无敌的雪山东峰也多次在峰顶上撞到白墙一片。这趟上山本为寻找隐匿在雪中的精灵，对于亲身感受下雪直播已经无所求，但随行的气象大神果然预卜无误，一夜冷冷春雨终于盼到三月的瑞雪纷飞。从这边可以看到很多雪训的队员还有山友非常努力的在爬枯坡，然后开始要准备要上东峰了。那刚刚听到气象的资讯，天气会有一些转变了，不过这边看起来好像有这样的感觉哦，可以看到云雾啊来来去去的这边涌动，阳光若隐若现，气象的变化非常的大。那从这边上枯坡以后就会上了人线，一路上上下下，然后登上第一座百岳，就是雪山东峰哦。所以大家到观景台这边都会稍作休息啊，看一下这边的视野景观，因为这视野非常好，可以看到中央山脉啊，从南湖大山开始往南移离中央尖山，一直往合欢山过去啊。那枯坡说很累，其实爬起来只要慢慢走，呼吸啊步伐调整好，慢慢就走上去了。那因为这个地方哦，开始也超过海拔3000公尺了，就是进入台湾所谓高海拔的一个区域啊。那来到雪山，除了可以来这边做雪训，可以来观赏雪景之外，雪山也是台湾冰河地形最多的地方。上一次我们跟杨建夫老师来这边观察冰河地形，在枯坡上方往东峰方向很明显有一个凹槽，那这是雪石斗，就是冰河地形的前缘，冰斗的前身。那因为这个海拔大概才3000出头，所以过去可能冰雪的积雪量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形成的那种凹槽就不像冰斗它那个挖石的力量那么的大，可以挖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凹地。这边看的话就是一个小规模的，那它悬挂在坡的上方，人线的下方，哦，那就是雪石斗。应该很少人会像麦哥或者冰河学者一样，每次来到枯坡前总会仰望冷顶的冰石斗，就好像看看老朋友别来无恙。而这处冰河来过台湾的证据之一，也显现了雪季中雪山丰盈的冰雪量。尤其神龙教官密集追踪的气象资讯，也预告了雪山将有一场冰雪。枯坡观景台上的向导，不知是过于兴奋还是戒慎恐惧，竟然情商族人出面为他们打开命运的枷锁。谁要跟家人讲话一下？谁？高文仲，好，有话请讲。真的很荣幸有跟上你们了，但是我养很多孩子了，但我很想参加了，看看你了，我可以吗？随时欢迎啊！六个孩子，说真的，我蛮可怜的。那么严重？对啊。好，欢迎加入啊！所以很希望啊，加入你们的团队啊。欢迎，欢迎光临！哦，呼啊呼呼，呼！有吗？有，嗯，来过你几次了？这边呢？这里有，5到20次吧。嗯，还没，应该还没到。9次半。出发了，出发了，上枯坡。
别可惜，别烤啊，都别烤啊！走过台湾最长的一条山路——中央山脉，完登五大山脉五顶峰。台湾山区剧烈陡升急降的地形，比枯坡更超过者不知凡几。但就像布农协作不断叨念着“隐性嗨嗨，命运多舛”，一旦走到大山面前，再陡峭、再漫长的险路，还是得一步步的踏实翻越。不论是哪一族群、哪一个年龄层，大山爬久了，总是能悟出登山如人生的一套思维模式。山高水急，山径崎岖莫测，一如人生路的起起落落。高处不胜寒时，正好坐看云起；逢低下切谷底，千冲自牧，蓄势待发，终有登顶达阵的机会。这些道理名言，凡走过都懂，但天生属于山的原住民，实践起来就是很不一样。加油的呀，加油的！哎，大哥，你怎么了？我突然想到我家乡话，我讲了好好笑啊！加油啊！你什么时候来过啊？十月份来爬过，爬得轻轻松松啊。这一次呢？这次，我爬的水池去啊。这次爬的怎么样啊？爬的不赖啊，轻轻松松的。那这个雪季没有来爬、啊。这次爬感觉怎么样？爬得好累哦，真的好累，还是要达成我们的任务。哎，苦坡爬起来很累啊，累是累啊，还是要爬的啊。哎，真的是不薄的呢，累的要死啊。哎，苦坡不苦？苦坡，我们家乡话叫苦坡。啊！俺想我老娘了，好久没有回去了。娘，俺想你。哎，等我拍完这一次去学学，俺回到东北去看一下老娘。你家乡在哪里呀？啊，好像是新竹县五峰乡啊。啊，不对呀、啊。五峰乡的话怎么是这样子啊？不对的。没有的，五峰乡有山东人啊。啊，以前我有一个地长，他是山东人。嗯。哎，常常吃到他的山东辣椒。哦。啊，不由自主的就会讲他们一句话，顶都一样了。辣椒更好吃啊。哎，好吃好吃。哎呀，俺是吃了好多他的水饺馒头，可惜可惜，地长已经回老家去了。哦，那你会做吗？你会做吗？哦，当然会做。嗯，这里退休之后，打算要做大山东馒头，在五峰乡。哎，山东馒头，山东大饼。山东我最喜欢吃水饺。哎，讲到水饺就想睡觉。越爬越高越想睡，越想水啊。别说呀，苦坡快爬完了。哎，各位兄弟们，苦坡快爬完了，加油的呀！加油！那乱箭突然冒出一个大路来的，吓死人了！大光，下次去你家吃馒头。好的好的，我们爱做的豆浆好喝，豆浆啊！豆浆啊！豆浆，没有错。兄弟们，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加油啊！旺旺旺旺旺旺旺！狗年旺旺旺！在枯坡奋战，用力向上爬，一步一脚印哦。OK， 快爬完了，快爬完了，快爬完了，加油！来了。
到湖泊底呢，就在上方那道光亮亮的地方，是湖泊底吗？是，是个浪荡。这个湖泊雷鸟，就是那道光，就是那个大光。哎呦，前面的山看了一双年轻的大光，好恐怖啊！有吗？我玩突破喽！好玩啊！他都是恐怕的人呢、啊，这年轻就突破鬼了。突破，真的怕死人了。我很累啊，兄弟，累是吗？哦，上来了哈、哦，上来了，哦，通过了，将瀑布算走完了，算走完了，通过了，轻松上来了。哇，上来好像视野还蛮好的哦，视野很棒，光线也很棒，雾有散开的趋势。对对对对对 ，OK OK， 夕阳应该也很棒。好，期待东风的夕阳，大哥，嗨，加油，加油，你还好吗？很好很好，爬完了湖泊，一登顶看到了太阳，哦，爽死，爽死！哎，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啊！哎，脚有点酸了、啊。哟，来到东峰了。东峰，好，下一站东峰了，滚滚！快到了，快到了，加油！加油！加油！哇，老班，老班，快到通峰了。哦，云雾在脚底下了。希望三六九，那叫三六九。一行人又从南湖大山冒出来，一路上除了大光的山东加泰雅，还有麦哥的云南加四川，好不容易看到中央山脉北一段的连绵群峰，却立刻又被重重的喘息声和笑声拉回南腔北调的族语现场。尤其大光老是爱谈神神鬼鬼的亲身经历，搞得布农向导敬而远之。当他鬼话准备开讲，大伙儿不怕哭坡，就怕大光说鬼。不过这真是一趟奇妙的哭坡经历，像神龙形容的一样，轻轻松松就上来，然后乐呵呵地继续走入森林。加油！加油！加油！哦，上完哭坡。下一个目标就是雪山东峰。雪山东峰，我们从冷藏室走进冷冻库啊，越来越冷了，温度持续在下降。对啊，现在还在冷藏室啊。进入台湾铁山森林，太湿了，这么湿的啊，说，加油，加油，加油，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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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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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加加加油！4.5K 了，走嘞，快走嘞！东峰快到了，再两三步就到东东什么？东峰。你们讲东峰？嗯，那你讲什么？我们讲东峰啊。还不是一样？我还会讲两句啊，东峰。你们的东峰不一样啊？一样一样，东峰。帅雷啊！你帅雷啊！加油！加油 ！Oh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baby home！ 软姐来了！软姐来了！软姐的最爱！软姐来就 home 姐 ！Home！ Oh money baby home 啊！希望后面都平安哦 ！Oh money money home！过湖泊之后，就进入了森林，都是铁山的森林，所以感觉特别的冷，温度特别的低哦，很好冷哦。好饿，
后开始冷了哦。好，到冰箱里了哦。对对对对，走进冰箱。对，有点冷了。每一倒出来都是辣椒。那你会做吗？少许啊，少许少许。下次 MIT 出队要不要带一点来品尝看看？可以可以。那个辣椒，那个小鱼干，小鱼干炒辣椒。哦，再放个一点那个黑豆，哇，好吃啊，那很下饭。能品尝一下山东辣椒。辣椒，炒天椒，漂亮，光很漂亮。对哦，哎，走入梦幻的世界。哎呀，好像踩着夕阳。轰嘛嘞嘛嘞轰，轰嘛嘞嘛嘞轰，轰嘛嘞贝美轰，轰嘛嘞贝美轰。不论旅游登山，同行的队友攸关旅途品质。幸好我们不曾遇上猪队友。反而都是一群能宽容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爱山人。每次向山神祖灵祈祷的仪式中，麦哥会跟着向导一起闭目祷告。云雾遮蔽住拍摄的视野时，不管是布农或泰雅、基督或佛道，只要能打散云雾白墙的咒语都好。禁不住想赞叹，大伙儿真是神一样的队友啊！